日前，陈数在粉丝的包围下现身上海虹桥机场。当天，陈数一身休闲装扮，戴着墨镜出现。由于是趁着早班机的缘故，陈数素颜连发型都没有打理，歪着刘海前往办票柜台办票。一路上，粉丝都跟着陈数，更是有粉丝举着 iPad 和陈数玩自拍。在拿到登机牌之后，陈数也不着急前往登机，而是和粉丝聊天合影。在满足所有粉丝的要求之后，陈数这才登机离开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